抵到在新国小，跌到金华国小，第三到日新国小，第四到东湖国小，第五到蓬莱国小，第六到国北教大实小，第七到永建国小，第八到吉林国小。在预赛时，位于第四道，来自东湖国小，跑出54秒92，暂时领先其他选手。大会记录是由北市东门国小所保持的51秒37。出发的是北市国小男4×100公尺接力决赛。交接给第二棒，来到第三棒，选手加油。领先的东湖国小，占据第二的蓬莱国小，第三的日新国小，第四的金华国小，东湖国小挤掉一挤掉分别。参考成绩53秒99。